你看，拢到遮都冻的，无伊若好盖了厝顶，规个厝顶都拢冻，旱起啊！铁板拢凹甲翘起啊！这是边仔邻家厝的铁厝顶，直接飞来地底庙的面顶。这间三百多年历史的高阳基顶天后宫变这形的。后边吼，伊飞的柴的铁啊，走的，迄厝顶有写伫我遐，边仔拢落落来地底，我嘛走嘛清楚伫厝顶的遐出来。义工讲，风雨实在伤过大，加在铁柱顶无甲庙啊陷害去，住伫庙边的人讲实在真恐怖。有一个八十外岁阿嬷，风长头的时阵，佫出来关门。哇！阿龙阿咧吹，阿姐龙阿咧碰碰，阿龙夹胶夹这夹金条的。哇！咁我食到，你要九十岁啊？真正有恐怖。好嘞好嘞，我都听一个碰一个。啊！我甲开窗仔起来看，奇怪！啊，地倒个敢会晓晓冻伫庙车，先差不多十分钟尔，啪啪啪，规个就着阮。啊，袂当走出来，迄阵外口风沙沙叫，要安怎走出来？为着安全起见，要拼厝个时阵嘛，都伫安全帽，实在真无奈。厝顶互风规个安尼拧起来，厝内害起个物件实在真多。往回基顶高山个渡船站，冒灾情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，迄今渡船厂这个屋顶呢，这个红瓦呢已经是几乎是快掉光的状况。厝顶的遐剩无几块，边大楼的玻璃嘛被风砂破，基丁人赶紧咧拼出来，粪扫拢堆到一包一包，大家拢伫遐咧等粪扫车。粪扫太侪啊，粪扫也太侪啊，还唔敢去啊，各个东各东光区都骂呢。你若看过了一步，过去啊一步啊，变袂去啊。风台岸高阳停了，基顶扫一个正严重。本来这是真闹热的观光地点，受灾严重，大家拢咧拼厝内，无法度做生意。民视新闻高雄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